和阻碍，就是成龙大哥感染了我，然后导演和大哥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做好。可以从角色角度来谈，也可以从你作为观众的一个视角，你认为什么样会吸引到当下？当下就是用心的对待每一场角色，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揣摩角色。当时拍那个在马背上站起来，还有射箭那场戏，大哥全程都在，然后在旁边不停的说加油加油加油。你刚刚站起来的时候，旁边的人都在尖叫，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在感染我。你要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东西。那既然身边的人都在鼓励我，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好，那我当然要更加的严苛的对待自己。我非常喜欢我最后跟李治廷的那场打戏，我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然后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打戏的这种戏的话，我也不会怕了。大家姐姐我是奈扎。大家好，我是无奈的梦雨，我是奈扎。梦雨，我是奈扎的粉丝。这几年就是看到了他一个被越戏迷的这个成长，也看到他有多元化的一个这个角色出现，对您的打戏特别的精彩。希望你越来越好，希望你越来越好，我们都永远支持你，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最后的话就是感谢导演呀，还有成龙大哥，剧组所有人对娜扎的照顾，然后就我们一起祝传说票房大卖。